兄弟们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共振吗？嘎嘎神奇啊！先看视频。把两个易拉罐放在桌面上，然后在上面平放一块泡沫板，接着把五个相同的节拍器放在上面，它们初始的摆动各不相同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节奏和摆动幅度几乎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水准。一口气买了五个德国的节拍器啊，一个将近300块。这个东西这么贵，看看咋玩的，咱们先扒拉一下啊。我去，它还有声音啊，我就很好奇，我把他们的节奏都给它打乱，最后他们能自己统一频率的左右摇摆吗？接下来开始啊。对吧，我这个已经摇摆了将近3分钟了，但是它怎么还是自己摇摆自己的呀？这个规律也没统一啊，这是啥原因？为啥我这个没有共振呢？那么刚才我看了一下原视频啊，它原视频底下呢有一个泡沫，还有几个易拉罐，是不是这个原因才会让他们统一的摇摆啊？这回我们再重新试一下啊，走。兄弟们，这也不行啊，它还是自己摆动自己的呀，它还是没有统一啊。这回换一个纸壳试试啊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纸壳游戏啊，现在基本上顺序已经一样了啊。哇塞，兄弟们，看现在它的左右摇摆的幅度都已经一样了啊。那么看来就是刚刚那个泡沫板太厚了啊，用这个纸壳底下也跟着来回晃。哇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你们谁能给我解释解释？哎，这咋又乱了呢？哎，这回又好了，又统一步骤了啊。谁能给我解释解释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，什么原因呢？